呢一個鐘，我哋嘅表演者，我哋嘅十優歌手，有請舊年喺《童夢組》裏面脫穎而出嘅鄭偉維 Wally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偉偉，新年快樂！新年快樂！哇，好開心啊！大家睇偉偉咧，其實好細個，你今年幾多歲？13歲。哇哦，一個13歲嘅小妹妹已經可以擁有自己1小時嘅個人演唱會喎，你嘅心情係點樣啊？好開心啦！第一次嚟商場搞演唱會，有少少緊張。啊，佢話緊張喎，大家點樣支持佢啊？大聲啲好唔好咧？哇，咁多朋友支持你，我諗冇咁緊張啦，好唔好啊？因為其實維維咧唱歌不單止好聽，咁我知佢今日咧亦都好用心，咁樣揀選咗好多唔同類型嘅歌曲送俾大家嘅喎，係咪啊？係，因為我平時唱開嘅都係比較開心嘅歌啦，咁今次為咗迎合呢個主題，就揀咗12首勵志嘅歌曲。哇！太好啦，我哋而家新蒸頭啦，大家聽下啲開心啦，同埋積極啊勵志嘅歌咧，就特別好嘅。咁今日咧，除咗維維之外咧，我仲想借大家掌聲咧，多謝我哋嘅鋼琴王子 Morris。咁我叫佢做神子琴魔，因為彈琴咧就好勁啊。咁我將以下來呢一小時咧，交俾維維同埋 Morris， 俾啲掌聲佢哋好唔好？咁我要唱嘅第一首歌名《你是你故身的傳奇》，即唱一齊唱。我也想去，你今天知道嗎？Yes.
Thank you.